言而引发矛盾。过多的言语可能导致误会和冲突。所有的合伙人都有共同的目标和理解，以减少摩擦和冲突。2025年并不是扩大投资的好时机，属猴的人应以保守的态度面对财务决策。市场波动较大，风险因素增加，贸然投资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。因此，建议在做出任何重大投资决策之前，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和风险评估。尽量选择稳健的投资项目，避免因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。在财务管理方面，属猴的人应注重开源节流，合理安排日常开支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。属猴人可以通过制定详细的财务计划，确保每一笔资金的合理使用。同时，要养成良好的储蓄习惯，为未来的不可预见情况做好准备。属猴的人，2025年爱情婚姻运程。2025年属猴人的感情运势较为旺盛，桃花运势特别强劲。对于单身的属猴人而言，这一年会遇到不少异性的青睐，感情生活变得丰富多彩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不宜过快发展感情关系，也不要急于谈论婚事。虽然突如其来的异性缘让人兴奋，但过快推进的感情往往基础不稳，可能会导致双方最终分手，使原本希望在这一年完成的人生大事无法如愿。已婚的属猴男女在2025年也需特别小心，尤其是那些经常出差或两地分居的夫妻。长时间的分离会让夫妻感情变得脆弱，容易受到第三者的干扰，导致家庭不和睦。要想维护婚姻的稳定，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一年内尽量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，或多创造一些机会让夫妻双方团聚，加深彼此的感情。即便无法常常见面，也要通过沟通和理解来增进感情，避免无端的猜忌和怀疑，因为这些都是破坏婚姻和谐的隐患。属猴的人，2025年健康运程。2025年，属猴的人健康状况时好时坏，尤其要注意预防意外伤害和疾病复发。健康的起伏不定，会让你感到疲惫和无力，因此要重视日常的健康管理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定期进行健康检查，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，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关键。同时注意饮食均衡，多参加体育锻炼，增强体质，可以有效减少生病的几率。精神和心理健康也是2025年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。由于行杀星和王神星的影响，属猴的人会感到压力倍增，情绪波动较大。工作上的压力、生活中的琐事以及突如其来的变故，都可能让你感到不堪重负。面对这些挑战，属猴的人需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，保持心态平和。
可以通过冥想、瑜伽等方式放松身心，或者与朋友和家人交流，寻求他们的支持和理解。在事业和生活中，属猴的人要特别注意避免与人发生冲突和争执。由于破太岁的影响，2025年属猴的人容易卷入纷争和法律纠纷。与同事、上司、家人和朋友的关系需要谨慎处理，尽量避免口舌之争。遇到问题时，多从他人的角度思考，尽量通过沟通和协商解决，避免矛盾激化。若遇到无法避免的法律纠纷，务必冷静应对，寻求专业法律咨询和帮助，以确保自己的权益不受侵害。2025年不同年份的属猴人流年运程。1968年属猴的人2025年运程。1968年属猴的人在2025年事业方面，你会发现自己得到更多机会和挑战，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和能力，赢得同事和上司的认可。今年的努力有望得到回报，事业发展势头良好，有望实现新的突破和进展。尽管事业运势较好，但财运方面则显得较为平稳，没有太大的起伏。收入基本稳定，但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财务突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虽然整体财运尚可，但小小的财务纠纷或经济上的烦恼依然可能出现。这些问题虽然不至于对你的财务状况造成严重影响，但仍需谨慎处理，避免因轻信他人或盲目投资。
制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，职位的选择也可能不尽如人意。因此，建议属猴人从基层岗位做起，通过积累工作经验来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虽然起步会有些艰难，但通过不懈努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，最终也能够取得成功。2016年属猴的人2025年运程。2016年出生的属猴之人，2025年将是吉祥的一年。在学业方面，将迎来运势的提升，学运较为旺盛，精神状态充沛。这意味着属猴小朋友将更容易集中注意力，积极学习，并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。在这一年里，2016年属猴的人会感到内在的动力和动力源源不断的推动，这将有助于你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加积极主动，充满热情地投入到各种学习活动中。你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对某些学科或领域有着特别的兴趣和天赋，因此可以更加专注于这些方面的学习和发展。